早上奶奶，早上先生，我要计数字嘅，我叫邓丽妮，我今年14岁，我就想写我一要一及好一年，我翻学到中午8点，我准备考，我喺现场买语言嘅写作回来，我介绍你嗰日8:50，我介绍你中午3分，我结束分，我要一个债，我姐姐想不改，我老公做饭店，我要拼命工作系阿达两年只要补上朋友，像我做屋嘅要上买上些衫凉食，我识煮一种个上早菜，蒸鱼早得，我煮到咩葡萄，我唔识煮肉，但系我识煮一煮肉，我唔健康，我希望做一下我朋友，我要翻多啲钱，俾我自己做咩家人。